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。有时候我对于我的未来是有很多的疑惑的，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我才可以照顾好自己跟家人。很可爱哈，我跟大自然在一起，我跟动物在一起是快乐的。我从他们的身上，我去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可以怎么做，我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更有品质的生活。我们人类最原始的本来就是跟天地在一起的，不论我们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，我们的身体刹那间就好像是跟整个大自然在一起的感觉。在唱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人存在，甚至你也不一定可以感受到，你就觉得你就是他们，他们就是你，万物合一的感觉。